杀无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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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ora 小薇薇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话是羽球特辑，我最喜欢的运动呢，目前就是打羽毛球。比较有空的时候，我一周大概都会打到1到2次。我比较喜欢2打2，就是那种团体的感觉。One by one 的话，就是比较累啊，就是要跑比较多。我自己比较喜欢2打2，我觉得比较有趣，跟朋友们一起打的感觉。其实我没有到很会打，就是会打。我是有稍微上一点点羽球课，然后还有我爸是最严格的教练，对，他等一下就在那边。等一下，就今天就是被他来虐。每次跟他打，就是他没有在客气，他就是想要弄死他女儿。他上次穿拖鞋来跟我打羽毛球，然后我吓到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怎么会穿拖鞋来打羽毛球？”然后他就一派轻松这样：“我穿拖鞋跟你们打，我就可以了。”结果真的就可以了。上一次我把他带去我的朋友圈打羽毛球，朋友圈的人也很强。我想说我不确定我爸会不会赢，结果我爸打赢他们。我就真的从此以后对我爸的眼神又更崇拜了。我觉得如果1到10分的话，6分好了，不要讲太高，6分。有时候我会有点懒得动我的步伐，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会有点赖皮，所以我朋友他们就是会让，可能我就会说那一球不算啊之类的，或什么重来之类的这样子，他们就眼睛一闭，然后就会让我这样过去这样子。我朋友都说我就是赖皮兽本人。保安，等一下要对我手下留情，你知道吗？杀无赦。杀你的头！手下留情一下，他的嬉皮笑脸在跟我打羽球，因为我爸爸他是个运动爱好者，他是铁人三项第2名哦，规刚都在看网球、羽球、篮球、棒球。我爸就是那种不运动就会死掉的人，他就连下雨天他都要去运动，对，要去跑步还是什么的，他就是不运动他就全身不舒服。你看他那他的已经超壮的，老天鹅啊，其实很大块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因为刚刚有那个镜头，他有稍微用词比较收敛一点。对啊，他平常会呛我。像现在我妈跟我大姐就是被他叫下去1对1，我爸就是会训练我们，然后还会跟我们说，哦，手腕要放松一点，然后怎么样，或步伐怎么样，还可以啊。我觉得我们家运动神经都算蛮好的。你看我妈那灵活的小腿儿。我觉得男生一定要会运动，就是因为本身我就是跳舞什么的，我觉得我的运动量算是很足的，加上我爸爸也很爱运动，我觉得我爸爸的希望女儿们择偶条件就是男生要会运动，因为我觉得会运动男生看起来也比较年轻啊，然后也会体态跟状态精神状况都会比较好，我自己是这么觉得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不运动我会蛮不舒服的，精气神有差，而且状态我觉得也会比较年轻，因为像我爸爸跟其他同年龄的 uncle 们比，我觉得他就是看起来就年轻很多，很帅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运动男生会有一个魅力在啊。阿斌，你打羽球有没有什么战术？球来就打，什么战术？哪有那么简单啊？你打羽球打多久？6年了。
那你觉得你刚刚对你女儿 有什么样的评价？爱嫁妆。那么烂，你要点好一点的实惠哦。基本功要练好，才不会受伤。那我算是运动神经比较好的，对吧？我是手精灵，很敏捷。但是要基本功练好。对，大家都说我跟我爸长得比较像，你们觉得有吗？请在底下留言。要越软越好啊！那打球都靠网球，很多都靠手腕。对啊。哦，你看杀球接球都要靠手腕发力，手腕发力啊。我之前手都会这样子。不可以这样子，这样拿菜刀。你会不会捞那个球啊？会啊。教我好不好？重心的头头啊，对啊，这个头头。哦，我试试看。会好一样的呀。没有，那球头，你重量是在球头啊，你这样是捞不起来的，是要捞这个头。好，试试看。他一直，其实他一直动哎。啊，你要找，你都不要动啊。哎呀，放轻松一点，放轻松一点哎。啊！要斜的，是不是？对啦，斜的。哦，好厉害。哦。我三岁就会了。你三岁就会了。哎，对，要睡了，累了。看你怎么捞鱼。捞鱼很简单，这个很难。重心在头。对，有了。同时欺负四个女儿，对我妈也算女儿，就是带欺负四个女儿，而且你看她每次掉完小球，然后那个很贼的笑容，就很想揍她，她就是这样，就故意那种很大，然后其实那球很小这样，哎，她很想叫人家斜角，然后让人家累得跟狗一样。今天的话就到这边结束咯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事情一定要做，就是我要把头发绑起来，我要认真的事。我要求你带你多好笑。今天要带你们去公坑人迷你夜市。